本期讲解一个快手游戏合伙人最新刷量 2.0 玩法，解决吃鹰问题，稳定跑一天能赚150到200块钱，解码无限操作。这是全新的 2.0 玩法，之前很多兄弟反馈痴迷比较厉害，也给大家各种测试研究出来的新玩法，基本上已经很稳定了。两个直播号的话效果更好，现在基本一天做起来稳定150到200块钱收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云集合解码、身份、安装包还有教程，就这一个教程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游戏合伙人或者是 KS 游戏合伙人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